在前面啊，我们后等我们再喊一会儿。我在等后面。我的已经找完了，你要往后面。我在这。我在底下这里。哦，十一月都干什么？哎，毛子，他野生的吧？要么就把抓起来吃掉。 我们进饶的这个水沟，这样走去走去。是的啊。
你也不放我包里吧？我感觉有没有？这山上的蜻蜓长很多，蜻蜓长就上万，十多万一斤。那石头上面有上面。哦，你看。仙人掌。哇！这么新鲜的吗？你这水好热呀。给多多喝一下。你要喝吗？他不喝，他放边上，放在包里边。嗯。 好多人，两边。嗯。然后往后面推一点，你看好多人嘛。好多人啊，我觉得。好多人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去爸爸的。看到你们了。哦，这边的。 我上次我闲着的麻烦，我走那边。这里人太糟太多。我算了，看。我上次我闲着的麻烦，我走那边。这里人太糟太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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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上次我闲着的麻烦，我走那边。这里人
这个碎莲好好看啊，粉红色莲。这个洞是人工做出来的，这不是荷花，碎莲。这不是荷花。在上面采两采。啊，这女生。给你中间。嗯，就这样。然后这是你生日啊。 好了，没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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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正身啊，走过去了。怎么样？啊，我的石头都没放进去。咁，咁你咧走得过去啦。你头太高，我都高啊。等下，我今日咪讲，我都走唔过去，等下。往这里走。 我们还不如直接去看那个瀑布，坐车到的吧？那个船在吗？不是，直接到的。哪里？那个船在吗？你这个年头，你，我这是注意你嘛，那个麻烦。我下面我一个口袋拿来。你有这个？
说都不给你拍照。要不然我问我问。不是，我说你管我。真的，野生的，那么大的好想买，看不到。我真的想吃。买一袋都看到没有？好多商量可多，我都不敢摘。那我们几个上来了，不是在这里，是在这个。哎，在这里不？哎，好看不？我买一个一人戴。我不要。我戴个草帽，我戴个草帽不让我拿上。我是在韭菜沟门口买的，也是十块。这个不想买，我想买那个无花果。那个无花果就刚刚那个，刚那个人家前面那个啥味儿？啥味儿？啥味儿？哪一个呀？没见过那么大的，野生的。不是，闺蜜进去。没有啊，他不是很甜。三个一人一斤，三个一人一斤。那冰凉果是冰过的放糖的，它这个就是原始的味道。不上来了啊！站到公共站到上面。我不要跳，我走了。哦，那有。谢谢等一下啊！哎，好人，来。你没标过。告诉我哪边走，那么近。哎，告诉我哪边走啊？你脚下半程。你看旁边。这里，好的，包上一根5840，看一下需要什么。Thank you.
刚才是我们看的就是小山啊、峡谷啊，现在就是地峡谷，下面平坦一些了吧，估计。还有天山桥还没看。弄回家就给压上。我哎，你怎么不付钱好啊？你啥呀？哎呀，这样没有。哎，你就光个纸收钱。你们就是吃大米吧，我啊，大米。你们说这儿是干的，我全吃。小心头啊！强颜吃大米，很少。那你说怎么吃大米？这里有什么？老早看的天气都是辛苦了，家母。我哪里黄豆树瀑布哪里走？来嘛，再问一下，哪边？哪边？你看在路边，你看还没。这是，你们一边走着一边欣赏一下周边的美景吧哈。咱来不是为了走路的。礼貌先行，文明旅游，和谐相处，文明出行，从我做起，文明旅游一小步。
美丽和谐无大火，爱护生物人人有责，文明规范人人遵守，人人动手做文明人。等一下再给他们一点多玉米水，他还弄玉米香肠玉米，他给我了，你看我这可以喝三个准备来来来来他就是太阳还有玉米，对，他现在都穿黄色的了，他可以吧，你看他好几千都没招，也都是过的，开发大姐，这脸咋的？这脸开始，人家这边大型的，还连他妈火箭发射都能送。哥，哥，啊，一会儿玉米大厂，他肯定蔫了吧？北京蔫吧？就是龙洞里的凉。啊，他在里面好睡觉、哦。一天一万六七千步呢，俺们家搞的庙宇啊，五点多，我特别喜欢看你。我们现在在有五角星的地方，您是给他腐蚀了啊。这路程这正能量的，为啥走那儿啊？都一样。但是当地做的不好看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其实银子也不贵，也不贵，可能这种旅游景点到泰山也基本上见不着。看不见河的。
张。
山妈了。在之前就是看啦，看一下，他就起来停下，太小了。我不算了，我还39个点了。我给你有电，真的，我充电宝带了。还是说吧，孩子，我上车陪你吧。还是说吧，快站，10元1张，1分钟起下。可以。
太长了。这个应该就是了。嗯，不要不要，注意好吗？这个太危险了。马上马上，那我在你前面站着吧。啊？这是个不错。等一来的速度去了。那我俩就在前面，我感觉。不，你和你们在前面没事，我在前面。第一次来，我也不知道黄果树瀑布，我来看看瀑布好了，你看它挺壮阔的。我也是的呀，我也。啊？你看它瀑布好了吧？认真点。来了，
是黄果树吗？对，那个不就是黄果树？对，这个瀑布叫做黄果树。你想想出来，你看到黄果树了没有？就是啊，那结黄色的果子是什么树啊？橘子树啊？橙子树啊？樱桃树？柚子树？椰子树呢？十元三个，本地落玉米。你要不要录你们？那黄瓜啦，有大削皮。介绍白米了，白米糕。
那个房间。兄弟，你老实不？啊，你给我摔了，我操！我操！在家了哈，我跟你讲。
下暴雨这边的瀑布的水就更厉害，很厉害呀，更厉害，就是说嘛。 不用担心，你要担心的地方，我们直接趴下来。那人家先走。要矮下来嘛，我们就趴下来。 你妈的，我睡哪？你睡地板上。啊，我日！告诉你，明显最大的问题就是三个人。来吧，能不能来个床垫？它是1米8的床，看看能过来。没有完最精彩的部分。 到了，终于到了。
哦哟，满意。三砖。哇塞，那么多人呐！那么多人呐！啊？什么牌子多少人牌？哇，你真的是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就是来体验，就是。我把脑袋又进去了，我现在哎，犯错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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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我们大人。然后我们是一天之内全走遍，行程是全走完。啊，因为我们其他。
鸟。老公，我们那块就这么吃鸟嘞，可大一点了，就是说妈妈给我们。难也难，可难着，难着呢，难着呢。行。洗个脸好舒服。洗手处洗手来了，好吃吧？这是什么香味？他这包是今天能攒的。帅哥说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就推这个门了。
爷爷姓的帮从前头赶回来都最痛快了，哥。这个东西我们一千五百卖多少？人家是开多少的？来就来了嘛，这个喝了又来了嘛。那天汤哥他们说的就是，你出来前他们不都说是你走，到汤哥最后的时候是那两天不是说的这的事儿？他们在前头，最后解释了没有？说的，他不会说。送你们上去，快点送你们在台上，快点，快点升降啊！好了，来来来，一同坐，登山，水头道，好了，升降，晒太阳了。送你们上去，快点，送你们，水头道，穿过去。好，那另外排到队的啊，水道送里面。啊，宁德水头界品相办，用不着参与，不需要打伞。啊，宁德水头界品相办，品相办小孩因为已经被烫了。啊，容易中暑啊，这里面也要给他降高温度啊，做体看医生还啊还不够啊。啊，排到队的啊，嘴巴的啊，不要小朋友不要大翻，摔倒就麻烦了啊。排到队的，排到队的，后面的排到队不要到了啊，小朋友跑不掉的啊，排到队的。送你们上，快点送你们。排到，不要停留，小心中毒，注意安全。送你们不要排到。坐了两个了，就跟着队形走。坐了两个了，又开始走。不要停留，小心碰头，注意安全。送你们拍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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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停留，小心碰头，注意安全。小心碰头，注意安全。坐里面不要拍照，不要停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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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碰头，注意安全。前面好多人。坐里面不要拍照，不要停留。小心碰头，注意安全。看看，小心碰头。要不要穿雨衣啊？穿雨衣，要不然买的雨衣白买了。这个绝好，带回去算了嘛。这个是贴纸。不可能，你买了就一定要穿。不是糊涂了。这一点点水都大的水，那涨水下雨之间期间还会再雨、嗯、没有，我鞋子好像湿掉了，鞋是凉鞋好吗、哎呀好大的流水，我走小心说你看不行，别滑着头了、哦，爷爷来这里，我不想
啊，就是这一点点水，还挺买个一瓶都可以的。哎，出现了，终于出现了。终于结束了，这里。啊，行吧。哦，哦，拍个照，拍个照呗。你要怎么弄啊？别走那么快，不好啊！爸爸。哎。对，
你是吧？顶得住压力，就像那个阳过亮剑一样。
这儿不热了啊，那边上去了。拿起吊桥，吊桥也热。咱们的旅游也就行了。
两个小时了，两个小时了。这旮瘩我跟你说，吃啥东西胖不了，全喝汗了。尊敬的游客您好，有需要通过黄果树道途经的，请到这边扫码购票。尊敬的游客您好，有需要乘坐黄果树道途经的，请到这边扫码购票。尊敬的游客您好，有需要乘坐黄果树道途经的，请到这边扫码购票。来抢跟来遭罪一样。对，漂流行，回头咱们漂流去。怎么有那么多黄色液体呀？所以是火锅直接流下去了吧？
什么叫怎么去怎么回？千左右的。要拍的要高一点，要1米多。但是平时要拍的。
回去。快点点，走吧，好多人。倒回去走啊！再再闻一下，那过来再闻一下。Wait there, wait there.
广告位。